凌晨3:30，休息了2天，今天又开始继续拍短片精，星期五今天，然后星期六、星期天还有3天，今天的 call time 是6:30，所以的话5:30就起来了，开过去要40分钟，现在还要去接一个。就是我的对手演员，是演我的情人的一个演员，他坐的离我很近，所以的话我们就说一起 carpool， 反正我们的 call time 和那个 rap 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今天的戏呢是全是在公园，就是公园的几场戏，就是应该说整个就是3场 scene 都是在公园。前面3天呢是拍的全是我跟女儿的戏都是在家里，然后今天呢就是跟情人的在公园的戏呢，明天呢就是跟情人遇见和在另外一场是告别的一场戏在最后一天呢是学校里面的跟女儿的一场戏，就是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的一场戏，所以整个拍摄的6天基本上就是这样安排的。今天是最早的，应该明天后天不用那么早。每天的拍摄的步骤都差不多就到了现场，第一个就是化妆把头发染一下，然后接着换服装。换完服装的话就来到现场，今天是公园，到了公园。这个地方好熟悉哦，对，我认识的。那你认识？上次我们是在对面拍的，这里也拍过。1年多前我们拍的《The Day at the Beach》就在这里取景的。这个地方太熟悉了，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所以非常熟悉。你看这个铁路下面，现在我们回到这边再拍。70，我踢石头。Sorry.
的右边。右边这种。上课。这个不是旺旺，这不是，是学、也是最早是旺旺做的，真的吗？嗯，旺旺应该比较传经典一点。溜达。你看，被晒的，我没有晒，这边很晒。晒吗？是因为你的衣服好看。下来的时候我会看前面，我先坐下之前是会看他，然后再坐下，然后再看他。那我们这边就不看。刚才我们是对到的，不对话，对话，对话，没有。刚才我们视线是对的。又到早上去烫啊，烧猪排。我想问呀，问了，就是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谢谢。散步散了一天了。